槟城慈济志工陪同十四位受到慈济补助的美湖培英小学安亲班学生，为学校与安亲班老师送上中秋节礼物。手中的五谷净思月饼是学生与家长合力完成的杰作。因为在我们访视的过程中，孩子们就有说最希望的就是爸爸妈妈能多一点的时间陪伴他们，所以团队们就想了，我们就来制作月饼，让父母跟孩子们有多一点的互动。受到学生的祝福，老师们笑容满面，也感受到月饼背后的温暖。当伊感觉到该做滴个，因为我做工了嘛了，无咪爸爸忘记了叫爸爸。无咪点些做滴个。谢谢我妈陪我来做月饼，我感到很开心。看到我的学生，虽然他们讲得很简单，很直接，因为小孩嘛，那听到他们这样讲了，那一刹那就那个话语，就心中真的会流眼泪了。他们有那个心啦，有那份啦感恩的心呢，我们啦老师呢也希望我们也尽我们的能力把他们教导好来咯。除此之外也要感谢慈济，因为有你们呢，这些孩子才有能够有这样的表现，有机会这样的表现咯。亲子月饼制作，父母老师与孩子互道感恩，这一年中秋节倍感温馨。大爱新闻真善美志工杨子泰马来西亚报道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